热带暴风雨曾在此处造成混乱，请当心暴风雨造成的危险，并请谨记状况随时可能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，若有疑虑请和工作人员联系。霸王龙学名意为残暴的霸王，就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吧。这一著名的兽脚类恐龙是最具代表性的恐龙之一，同时也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肉食恐龙。生存于比最早的恐龙还要早的史前年代，盘龙属于合弓纲，就像这里的异齿龙一样，曾被归为爬虫类，但现在被分类为哺乳类原型。园区内我们有责任缓解飓风来袭时所造成的伤害，园区的气象播报员将会预先示警，让我们得以事先给予园区游客重要的安全指示。高超的猎人，弯曲的利爪非常适合用来压制并撕裂对手。通过协调一致、精密计算的攻击，迅猛龙能够用极高的效率捕捉猎物。造成更大的阻碍及损害，我们无意使各位不安，而是为了帮助各位对可能的危险做好准备。在发生危险的气候状况时，请仔细听取园区的安全指示。
风会造成重大的阻碍及损害，我们无意使各位不安，而是为了帮助各位对可能的危险做好准备。在发生危险的气候状况时，请仔细听取园区的安全指示。
每个恐龙群而言，领导者是群体中的领头，不过他的领头。